长老法语。刚才讲的是孙文顺，和孙文顺又以洋车处理火灾，现在其次是说这个和陆车，就是圆觉，比之佛圣，若有众生从佛世世尊闻法信受，殷勤精进，求自然辉，要独善己，深知诸法因缘，是名彼之佛身。如彼诸子为求路车出于火灾，这一段是和路车。有些众生啊，是属于圆觉独觉的根性啊，这里把圆觉独觉合并起来都比作路车，因为所证相同。若有众生，假定有一类众生是属于这个比之佛的根性，从佛世尊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这三句跟前文一样就是他如果越圆觉来说，出有佛师，就是从佛世尊那边听到十二因缘法，闻法的法，前面声闻四地法，现在彼之佛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有流转门，有环面门，流转门是众生轮回生死之因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肉，六肉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叫做流转门。众生无始以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是三世的十二因缘。圆觉人听了这个法，了解众生轮回生死的原因就是从这个无明原型而起的这个无明就是生死根本，所以他从极地无明下手，先断无明，所以法面门的十二因缘无明灭，这行灭，行灭则失灭，失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修法面门的十二因缘，就可以断掉轮回生死的苦因这闻法而信修闻慧殷勤思慧精进修慧闻思修三慧七法，求自然慧，断烦恼必定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慧，没有办法断烦恼，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戒是基础那么所以古的还有这个制度论也是同样的说法，说他说持戒好像把这个贼子抓到了，诛贼，修定好像扶贼，把这个贼子把它缠扶起来，绑起来了。开发智慧就是杀贼，把贼子断掉他的生命，就杀掉了。杀贼，比方断烦恼，所以阿罗汉三义当中第三就是杀贼这个杀贼的贼就是烦恼，把烦恼断尽了叫做杀贼。所以要断烦恼，如果没有智慧，不能断的，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因此声闻人要修法面门的这个圆觉圣人要修法面门的十二因缘呢，也必定要有智慧啊。而他这个智慧啊，从他悟着自推益多，靠别人害怕他的机会他比较少啊。除掉佛出现之间闻法以外，其他的时间他可以靠他自己的，他自己惯无常变化呀，就能够体悟的，所以叫做自然慧。要独善己，这一句话指的是独觉。独觉比之佛有两类呀，出有佛事叫做圆觉，修十二因缘。没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他自己修行能够开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这个叫做独觉，独自觉悟，独属孤峰，观察世间的无常变化，所谓秋瓜黄叶落，春度百花开啊。到了秋天看到这个树叶子黄叶落下来了，到了春天呢，百花又开放了啊，那么显示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呀，他了然胸中，明明白白哦，知道世间就是无常的啊，是苦的，是空的，由此就可以断无明，从此断无明下手啊。那么所以独觉人独属孤峰，自己修这个观察无常而断烦恼，所以叫做要独善己。己呀、就是静。独觉人喜欢自己一个人进修啊，善就是喜欢爱要啊，很好，他喜欢爱要好，在这个极静的偶然要处自己个人修，由此观察无常而断烦恼，那么这是指的独觉。深知诸法因缘，这一句是指的圆觉，指圆觉深深了知佛所说的一切法因缘生的道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佛法讲因缘的。那么这个众生轮回生死的十二因缘的流转门，他了然胸中，明明白白，那么从此他就从这个无明下手啊，断无明，无明灭的醒灭啊，那所以叫做深知诸法因缘。那么无论是独觉也好，圆觉也好，他们都要靠这个自然慧啊。这个自然慧啊，如果是圆觉修的十二因缘，众生轮回生死的十二因缘呢、本自优之，本来自己就有的，不必靠别人生啊。这个不是佛创造的，也不是天人所创造的，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本来如是，一切众生在轮回流转中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能断烦恼就自然能够证啊出世间的圣慧啊，能断烦恼就能证到出世间的智慧，自然如此，所以叫做自然慧，靠他自己推出来了解这个道理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叫做自然慧。这个所谓自然慧呀、也不是说完全不要修就得到，不是这样啊，不是说自然就是不用修啊就得到了，不是这个自然而这个自然呢，是说他不必完全靠人来指导他，他自己呀、就有这个力量，自己来体悟这个诸法实相啊，体悟这个无常的道理呀、而证到这个比丘佛的果位啊。那么由此是名比丘佛身啊，这个叫做比丘佛。比丘是简单说，详细叫做比丘迦罗，比丘迦罗啊。翻成中国话就是两种意义，独觉圆觉啊，因缘的缘啊，出现于有佛之事，听佛说十二因缘法而开悟的，那是圆觉。出现于无佛之事，世间没有佛，而他自己观察世间无常而觉悟的，那个叫做独觉。
但是所证的果位同样的，所以都叫做比支佛啊，比支佛果啊，佛就是觉了啊，独自觉悟或者修十二因缘觉悟啊。那么比支佛的智慧啊，要比声闻人稍微利一点，利一点啊。原因就是同样断见师父，同样出三界，声闻断见师父出三界只断正识，习气完全没断。比支佛呀也是断见识出三界，但是他能够把习气呀去掉一部分，不可能全部，就去掉一部分。我们拿个比方说，比如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呀，把它比作见识或者烦恼，把里面的东西把它倒掉了，这个好像把这个见识或断掉了。那么声闻人只是见识或断了，他这个杯子没有洗，整个味道还存在，味道还存在。而比支佛呢，好像这个东西倒掉之后啊，他把杯子洗了一遍，虽然洗一遍呢，那个味道还是有的，比较轻了，没有那么浓厚了啊，所以叫做比支佛呀，他不但断正识，也能去掉一部分的习气啊，所以叫做比支佛，另外建立这个中圣比支佛国。那么如果论断或实际上跟声闻人差不多了啊，所以佛在世的1250人那些弟子当中啊，啊，像舍利佛、摩诃迦叶这一类的这个声闻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比支佛的根性，他们都是比支佛的根性。啊，尤其像这个摩诃迦叶，他完全像个独觉比支佛啊。那么平常他也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啊，所以但是因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啊，只有建立声闻弟子，不另外建立比支佛的弟子啊，所以比支佛纵然有这种修行人呢、啊，是把它合并在这个声闻里面的啊。这佛是啊，只有声闻菩萨，没有另外建立比支佛的这一类的啊，这个出家众。但是在法里面呢，就有这个分别，声闻跟比支佛少少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比较立根啊，比支佛比较立根，不立分国啊。什么叫做不立分国呀？不建立一段一段的果位啊。声闻人呢，他有前面的三资量四加行的七方便啊，然后才见到正出国、二国、三国到四国，就建立这个分国，一段一段的分别的这个果位。比支佛没有啊，比支佛他从修行就直接到正比支佛国，不另外建立分国，所以显示他的根性啊要比声闻人要立得多。那么这是属于比支佛身啊，求路车出于火灯。他为什么要用路来比方比支佛身呢？比支佛的根性的人呢、啊、多少他有念到同类啊，这个情况啊好像这个路子啊，他拿路来比方有两种的意义啊，跟比支佛有比较相同的地方。第一，路子啊不必靠人，他不要靠人，他自己可以生活。羊是完全要靠人生活了啊，那么这个路子啊不是野鹿，在山里他自己可以生活，不必依靠人。而比支佛也是靠自己的自然智啊、所以呀、这一点跟鹿的这个情况有点相同，所以拿鹿来比这个比支佛身，这是一个。第二啊，鹿啊比羊好，他的观念呢、啊、还有多少惯想到自己同群的人的这个鹿子啊，万一这个鹿群里面发生问题啊，有什么灾难，这个有一个鹿子发现之后啊，他自己当然也要走，但是他边走边看同伴，边走边看同伴啊，是不是真的如此啊？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但是看这个经论里面的解释都这样讲。他说这个鹿子啊，如果碰到灾难的时候他要走啊，他一边走啊一边看着同伴，那么要求同伴走，但是他没有等他了，
也不等了啊，那我总是要走了，我跟你们说你们赶快走，你走不走我不知道，反正我要走啊。但是他又看同伴，那么这一点呢胜过羊了。羊是完全不看的啊，碰到问题他自己一个羊就走了，完全不看同群啊。鹿不是这样，鹿发现问题了他也看同伴，哎，也走啊，一边走一边看同伴。这一点情况啊与比丘佛的观念有点相同。比丘佛他虽然是只求自己解脱呀，但是他还有多多少少啊希望别人也跟他学的这种经验啊，那么就是比较啊接近于菩萨道的一边，有一点点这个观念了。所以呀、啊、拿路来比这个比丘佛，它有很特殊的意义的。所以佛法的比方啊，它这个比喻啊都有很有意义啊，要了解它所拿的比方它的用意在哪里啊，都能够在这个比方当中啊能够体会得到的啊。所以说如彼诸子为求路车出于火灾，好像前面的比方所说的三十子们他从火贼里面听到有路车，他就跑出来了，出于火贼来啊，那么由此出苦了，超出三界，这是和路车。下面第三呢和牛车，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力无所谓明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圣。菩萨求此圣故名为摩诃萨。如彼诸子啊为求牛车出于火灾，这一段和牛车啊，就是三十子当中有些是喜欢乘牛车的啊，他也希望啊乘着牛车出于火灾。若有众生指的菩萨根性啊，有大圣根性的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所闻的法六度啊，四摄一切菩萨道啊，那么这些法他听了之后深信受啊，有闻慧勤修思慧精进修慧，那么他闻法之后啊，闻法有信受啊，勤修而精进啊，那么他所求的是什么呢？求一切智。一切智三个字啊，看摆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三世平台的地方啊，例如说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是旧义。新义道种智叫做道相智、一切相智啊。这个如果这个一切智的文字是这样子写：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或者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这种三字平白的写法呀，那么这个一切智就是指的声闻的智慧，指的声闻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啊，这三字平白写。现在这里只写一个一切智，后边没有道种智、一切种智连起来的，那么这个单写一切智啊，往往是指的佛的智慧，指佛的智慧，不是指声闻，不要搞错啊。这个中文的佛经里面对于这个一切智的写法呀，看摆在什么地方。因为第一这里是佛的牛车，是指的菩萨圣，那么当然这个一切智不可能是指的声闻的一切智的。而第二这个一切是总包括，是总一啊，就包含一切智慧啊，所以叫做一切智，那么就是指的佛的智慧啊。所以《欧含经》里面经常说佛是一切智人，
佛是一切智人，单说一切智都是指佛，一切智人啊。如果三智平排，一切种智才是指佛智，那是解释那个智的分别。现在这里求一切智，啊，就是希望周遍了知世出世间一切万法，啊，不同于二圣人呢，只求出世间法，求了自己了脱。菩萨根性的人，他要周遍求知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的，要具备这个智慧，所以叫做一切智，啊。那么接下去说，佛智、自然智、无私智，这三个智的名目啊，如果按照法华会议藕益大师啊所解释，是根据文句的，啊，他这个解释啊，佛智就是一切智，自然智也就是一切智，无私智也就是一切智。那么他的解释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一切智就是希望能够了知世出世间一切万法，这个智慧就是一切智，而这个智慧也叫做佛智，所以因此这个佛智就是一切智，因为这不是二圣人的智慧啊，他是求的佛的佛果上的智慧，所以这个一切智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佛的智慧，也叫做佛智。那么佛智就是解释这个一切智。那么这里就是说明说，我前面讲的一切智啊，不是声闻的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的一切智，所以叫做佛智。那么第二个这个佛智啊，等于是解释前面的一切智。那么这个佛智会为什么会有这个佛智啊？佛智是自然本来如是的自然智啊，所以这个佛智也叫做自然智啊，超出声闻人自啊这个自求解脱的那种智慧，超出独觉圆觉自己求解脱的那个独觉的自然智啊。那么佛果上的自然智啊，就是本来如是的本有的智慧，所谓根本智，一切众生本有的根本智啊。这个根本智不必修，本来就是如此，从古以来啊，无始以来众生本有这个智慧，所以叫做自然智。那么这个自然智是解释佛智啊，本来如是，本来就有这个根本智啊，后来修成就有后得智，那是差别智啊，本有的根本智是平等智啊。那么这个自然智就是解释那个佛智了，那么既然是自然智，也不必人来教他了，那么所以说无私智，佛是人天师范，三界大师四圣慈父，为九法界这个最尊啊，所以世出世间最为尊贵啊，那么没有人能够为佛之师的，没有人能够做佛的师的。所以佛的智慧啊，就是无私之智，本来如是啊。所以这个智慧没有成佛之前，也没有减少；成佛之后没有增加，本来如是，不必去学它，本来就这个样子。所以叫做无私智。那么这个无私智又是解释自然智了。那么这种讲法呀，只一个一切智就够了，下面的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只是解释而已，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另外有人解释，这里正好四个智，四个智啊，正好配合我们众生修行，到成佛，转八识成四智，转八识成四智，转世成智的佛果上的四智，可以配合这四个智慧，因此这个解释就说，一切智啊，就是佛果上的大圆净智，大圆净智，第八欧拉耶识转成智慧，就是大圆净智，第八欧拉耶识转成大圆净智，那么佛智就是平等性智，
这个佛智为什么说是平等性质呢？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呀。佛果上所听证的妙理本来如是，平等平等，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分别，所以转成平等性质，就是第七末那时转成平等性质。那么自然智是什么呢？好像明镜里现一切法了了分明啊、嗯。那么这个自然智就是妙观察智，第六意识转过来成为妙观察智啊、嗯。那么自然智就是妙观察智，因为他善观诸法的次第啊、嗯，又能知道一切众生根性，任运而使众生得到解脱啊、嗯，自然而然能够与众生根性相应。所以妙观察智，妙能观察一切众生的根性啊、嗯，那么跟这个自然智是符合的，所以自然智就是第六意识转过来成的妙观察智。无私智就是前五识转过来的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有五根对五尘的这个五识啊、嗯，它能够成就所作一切诸法，度化众生的三轮不思议化，由此度能成就。所以这个无私之啊，就是成所作之啊，它也叫做本有的智慧啊，不必加工去修，所以叫做无私啊。那么就是第前五识转成平成所作之，那么就把这个四智啊，配合八识转的四智啊，佛果上都具备。这个道理也通了啊、那么就是每一个知啊都有它的意义啊、一切知是大圆净知，佛知平等性知，自然知妙观察知，无私知成所作知。以唯识的这个四智解释道理也可以通，但是都是佛果上才究竟成就的。那么因此都是说菩萨所追求的求转八识成四智，菩萨所追求的成就佛果上的一切智，那么还希望成就如来之见啊，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都能成佛，佛智佛见人人当下具足。那么菩萨追求佛的智慧，佛的知见啊，那么佛有力无所谓，力是实力，无所谓就是事无所谓。那么佛果上的实力事无所谓等啊，都是菩萨所追求的。上面所说的呀，是菩萨道上的上求，上求佛道；后边所说的是菩萨下化众生啊、菩萨道啊总不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啊、这上求佛道就是常随佛学，十大愿王第八的常随佛学，后边下化众生就是第九的恒顺众生啊、明念安乐无量众生，明是怜悯，怜悯众生在三界六道里轮回受苦啊、爱念他，护念他，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使他安乐，安定而快乐，究竟涅槃才是究竟的安定快乐啊、不是度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要度尽无量众生啊、所以要明念安乐无量众生。菩萨道就要利益天上人间的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利益天人啊、天是天三界二十八天，人是人道众生啊、本来菩萨度众生六道都度了，声闻人也度啊啊、不是单独天边单独人呐、但是真正能够了解佛法而修行的只是人，人天还次之呢啊、天诸天的享乐他未必能够真正修行，真能修行的是人道啊、所以唐朝的徽修宰相啊他写这个他写了一篇这个归空大师的圆觉经大书的序他这个序文里面就提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众生啊正在受苦啊、没有办法修行
明明知道不修行不能脱苦，但是他正在受苦，也没办法修行。三善道当中的阿修罗，嗔恨心很重，嫉妒好胜，也没办法修行。诸天正乐，仙人正在享受快乐，他正在享受快乐的时候，你叫他修行，他也不肯修行啊。那么因此最后说，真心欲去菩提呀，为人道为能儿，真是心地啊，使心地使他真是清净，去向无上菩提，为人道为能儿，只有人道才能。所以人生难得呀，我们得到这个人生要特别宝贵，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再爱惜他，不要让他动，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得到这个人生呢、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人生，要会用利用这个几十年的人生的时间啊，好好的学佛修行，不要让他空过啊，不要听到宝山而空求回，那就一世人生万劫难了啊。那么所以菩萨利益天人呢、并不是说他只度天上人间的众生，实际上一切众生都平等普度，真正能够依法修行的只有人道众生。那么他菩萨的愿力是要度脱一切度化一切众生，使他离苦得乐脱得到解脱菩萨佛度众生总不出三个步骤第一，替众生种善根，善根种下去之后，第二，使他的善根成熟，第二个阶段，善根已经成熟了，要使他得解脱，这是究竟才是目标达到了，种、熟、脱三个阶段。所以这里只说度脱一切，度脱一切，那如果没有种善根就度不了，善根没有成熟也度不了，毕竟是善根也种了也成熟了度他修行才能得到真正解脱。所以要度脱一切，一切是总包括六道众生乃至二圣通通都包含在内都希望他能够得到解脱。菩萨发这么大的心这样修行，那就叫四明大圣这个大车子能度很多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大圣菩萨求此圣果，名为摩诃萨摩诃就是大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埵，就是大菩萨大菩萨那么这就是发大菩提心的菩萨才能做到的所以这就是好像前面如彼诸子为求牛车出于火车，好像前面这个三十子门呢，他是大圣根性，为了要求得到牛车来出这个火车。那么这个牛车跟后边的大摆牛车同不同啊？同而不同，不同中有相同的地方。同样是牛这个古德的解释说，前面的羊鹿牛三车的牛车呀是水牛车，最古家水牛车后边的一佛圣的牛啊是大摆牛大摆牛啊不是水牛的，同样是牛啊，但不是水牛。所以古德对法华经的著作呀关于这个牛车三圣当中的牛跟后边一圣的牛啊发生争论那么因此有两种讲法，一种说前面三圣的牛啊是全教菩萨是水牛，跟后边的十教一佛圣的牛大摆牛不一样，不赶快也不修香那么这是一种说法天台家的说法大概是站在这个说法的立场上讲。窥基大师的法华通赞里面的解释他认为相同他说前面的三车的牛啊跟后边一佛圣的牛他认为是相同的那么只是没有开显之前呢是跟三圣平排而论开显之后啊就成为一佛圣
这是窥基大师的说法，认为是相同。不管它同或者是不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们上车就好了。牛是什么牛，还是水牛，还是大白牛，还是恰骨，能算无关呢？通通好了，反正我们上车就是，要上牛车，不要上羊车、鹿车啊。那么羊车、鹿车上去玩玩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啊，反正不要坐在里面当做就近。那么要就近啊，就坐这个牛车。那么牛车究竟是水牛车还是大白牛车啊？不管它是同是别，只要上了牛车呀，就能到五白游巡。只要你能上牛车，就有希望到五白游巡的宝所啊。所以对这个同与不同的分别啊，我不大去用心研究啊。站在前面三圣的立场，对后边的一佛圣，那当然是看起来是不同啊。经过会归之后，会三归一，羊鹿尚且是一圣，那何况是牛呢？那又是相同了。会归之后没有一方不同的，通通都相同啊。那么这就是和舍机用车比这个第二段文说完了。下面第三，和等四大车比长者平等四仪一切儿子们，给他一个大白牛车。按照经文的前后意义啊，本来是有四种免难、受车、等次、欢喜。珠子出来了，免除火劫的灾难那么出来之后，向长者要求要车、受车那么然后长者平等赐他一个大白牛车那么最后儿子们得到羊这个得到大白牛车，大家都欢喜所有免难、输车等事欢喜，本来有这四段。但是现在下面的经文呢，持和免难里面就包含受车，持和等事里面就包含欢喜没有一一细细的比对去分的那么因此下面的经文呢分成两段，第一双叠免难等式二比，就把你这两种意义合并起来来合法。第二是双合把这个等式与欢喜统统都合并起来，把它汇合合法的这个意义舍利弗，如彼长者见诸之等安隐得出火贼，到无微出，自为财富无量，等于大车而是诸子。这就是双叠免难欢喜而是他一个大白牛车。舍利弗呀，好像前文所说的比方，那个长者看到三十子们都出来了我们是五百子我们是五百人当中的一个那么所以我们都还没出来，都在火劫之内，怕不怕？你们大家怕不怕？我们的房子里四边火都在烧我们都在火劫里面现在讲出来的是三车是那个三十子前面讲的这个三十子三十子就是三圣根性在佛在世的时候闻法，在法华会上已经超出三阶那么已经会三归一，那些三十子的根性在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得度了。三界内的五百人就是五道众生，五百人五道众生，我们就是其中之一都还在五道当中，现在是人道得到这个人生，现在有这个因缘闻到这个大法不要空过这一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修行希望能够赶快超出三界，赶快爬上大白牛车。那么长者看到三十子们很平安很稳固的超出这个三界火劫了到了无畏之处，无畏就是方便优异图了他们都超出三界这个没有怕怖没有恐畏的地方已经离苦了。
见财祸断了嘛，那么长者自己想，自为财富无量，为是为长者自己想，我的财富很大呀，我很有钱呐、我很多这个种种的物品啊，等于大车，把这些儿子们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大白牛车，平等一等，没有大小，一样的。所以说，以等用这个大车呀，平等赐给这个诸子们啊。等于大车而是诸子，他们三圣跟进的人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个个都登上大白牛车了，他们都骑着大白牛车，坐在大白牛车里面往宝所迈进了。我们还在三界里面呢，轮回流转了啊。那么佛入灭以后，我们在流转2000几百年来，不晓得转了多少生多少世啊，天上人间或者是三恶道，现在得到人生，闻道才闻到佛法。接下去第二，双合如来亦复如是，佛出现时间也是如此，就是把前面的比方结合了，那么佛出现时间就是好像长者引诱众生，出三界等是大白牛车的这个用意一样的，为一切众生之父。佛是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啊，我们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句颂啊，后边说三界大师四生慈父啊，所以佛为一切众生之父啊，父必定要念慈啊，要识慈啊，得到成就啊。若见无量一天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不为显道，得涅槃了，得涅槃乐。如果看到所有一切众生，无量一天表示很多了，很多众生在佛的教门里面呢修学佛法，超出三界的苦海，这个很可怕、不恐畏的、很危险的这个三界的道路上，已经啊从这个闸门出来了，得到涅槃。出三界正跟着涅槃了。佛的教门就是依佛所教，依佛教所圈显的真理，来修这个三圣圣行的众生，由此得出苦，证到偏真涅槃，这就是免难和免难，如来而是变作是念，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等诸佛法当，佛就想我呀有无量无边的佛的智慧，我都具备了，力就实力，无畏是无所谓，等着等于其他一些禅定般若等等一些诸法，这就和前文比方的这个财富无量诸障充溢的意思，世诸众生皆是我子，等于大圣，不令由人独得灭度，皆以一来灭度而灭度之，是诸众生种子田文所说的三圣儿子，这个三十子们通通都是佛的弟子，皆是我子，那么佛是大慈悲父，三圣根性众生通通都是佛的儿子，这皆是我子，我自称。既然都是一个儿子，同样是儿子吗？那么不分别，等于大圣，大家一样给他一个大白牛车，而且不令有人独得灭度，不可使令有一个人呢、独自一个人超出三界而不度众生，不可以这样，大家都要发菩提心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慈航菩萨入灭的遗书里面说，如有一人未度啊，切莫自己逃了，你要发菩提心啊，要度众生啊，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得度，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逃了，如有一人未度啊，切莫自己逃了，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没有得度，你不可以就自己一个人逃跑了，剩下一个人没有度到就不可以逃跑，何况是世间众生无量无边呢、而且自己的众生也没度啊，自信众生誓愿度，我们的自信众生一个也没度啊，
我们的八万四千烦恼的这些众生，你度了多少啊？啊，我是一个都没度，八万四千的烦恼一个都没度，自信众生都没度到，怎么可以逃了啊？啊，所以都要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世诸众生脱三界苦，去诸佛禅定解脱等欲乐之居，皆是一向一种圣所称他，能生定妙第一之乐。这些众生都要用如来灭度，就是究竟佛国，啊，以究竟佛国使众生得到究竟灭度，灭度就是涅槃。那么这些众生既然超出三界，脱了三界的苦恼了，那么最后就给他诸佛的禅定、诸佛的解脱等者等于前文所说的一些功德，佛果上的万德庄严通通都要使他成就啊，这是究竟涅槃的最首先的娱乐。以这些娱乐之居啊，通通给他，都是一向同一佛圣的一向，没有差别，大家相同，同是一向，不出一圣十相，所以叫做一相，同是一切种子，所以叫做一种，都是佛果上的沙婆罗海，同是一切种子，所以一相一种，圣所称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圣者，都同样称扬赞叹这个究竟佛果的能生净妙第一之乐，究竟涅槃才能得到最清净、最微妙、最殊胜、最第一的一圣实相的微妙快乐。简单说，佛出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使一切众生开始悟入佛的之间啊。到了这个时候啊，目的才达到了啊。所以，到这里为止，等式大彻说完了。下面是第三和无希望比。说佛这样子先三圣后一圣，这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希望。这个第四无希望比啊，我们下次再讲啊。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
何时分别各执着，无期缘起只显现，愿力所许只空心，而是为这佛迷。一旦无忧论凡事，现见无期只缘起，断除一切执着相，只一线出有边，一空间出无有边，缘起星空显心里，不为边之间所动，如是三诸有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